静修解要报恩谈。黄念祖老居士，1990年7月讲于北京黄府。静修解要是先师夏莲居老居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，一个真实的修行有成就的人，他所写的东西，所讲出来的东西，不同于一般人呢。所以在研究正文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序。静修解要一开始这一篇就知道是序。静修解要也叫做五念简课。佛教这个天亲菩萨呀，是五念法门呢。这个静修解要里头，也就是天亲菩萨的五念法门，所以就称为五念法门的一个简单的功课，五念简课，就有两个名字。所以现在我来向大家汇报这个内容，这也是第三次了。总之，元英法师啊，讲《楞严经》讲了100多次，他每讲一次都有新的体会，新的进步，佛法就是如此。那么我这个第三次也比前两次一比呀，因为他这个老本子，这个里头也有一些记录，这一比之下呢，觉得老的里头上一次谈得很不足，认识很不够啊，就感佛之恩呢。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谈的名称就是静修解要报恩谈。这些谈话是因为知道有恩呢，感恩呢，报恩呢，这么来谈的。这个序里头，我们不全部把这个序通通的介绍完，我们侧重它这个重要的部分。净宗一法，一行难信，非叹教海，莫亏金牙。这一上来他就说，净宗一法，一行难信，非叹教海，莫亏金牙。净土法门是一行难信之法呀，是难信呢。所以虽然是一行，也是难信呢。佛的教法称为教海呀，如汪洋大海，不知边际。你不是亲自到教海里面，亲自去探讨，就要入大海呀，不是在这个岸边上呆一呆的。你不是深探教海的人，你就不知道佛法，不知道怎么能够可以入啊，可以度啊，怎么样可以，它的边儿有多广大呀，无边呢，这种就不知道了。虽华严以十愿为归，天亲以五念为门，而末法浅学未易举入也。虽然华严经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指明了大家的归宿，你要学教到最高峰就是华严经，华严经最后就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嘛。所以净空法师
一直到处讲经，到处讲经。到后来，讲到华严经，讲到这个地方，他就归净土了。这个最高的经典是华严经，但是华严经最后就是十大愿王都劝众生一起往生极乐世界呀。所以就是说，现在净空法师就是一个例子，就是从这个十大愿王也把他导归极乐了。念公讲至此处，不禁开怀一笑，指导的啊，他就是这样。教海里面净空老法师他也说，这个教海算沙很难的出来呀，你光是研究教，教海算沙，大教海中去算有多少沙子，你是算不清楚的，不知道归宿啊。虽然华严经是这样了，有给指明了归宿，天亲菩萨也以这个五念作为法门。五念就是：一是礼拜，二是赞叹，三是发愿，四是观察，五是回向。所以全是能修这五念的必定往生啊。这是五念，天亲菩萨以这个五念作为门呢，一个指了归宿，一个指了这个门呢，有门就有门可入，把门告诉了大家了。可是末法浅学，现在到了末法了，佛灭度已经是2000多年了，按真正的那个佛历来计算，算是3000年了。现在大家所通说的是2000几百年呢，那是按印度的那个贝叶经文那个点儿数出来的，它集结一次，一年集结一次，点个点儿，数点儿数出2500多个，但是印度沦为殖民地，外国统治，经过很多很多战乱，你打吞了我，我吞了你，是不是每年都能点点儿？不一定。这个点的点儿的那一部分是不是有损失？也不一定。所以他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证据确凿，实在是有很大的问号。但是中国这3000多年怎么来呢？从汉朝佛法就来了。我们把那个当时的年代一折合，折合佛出生的时候是咱们周朝什么什么年什么什么年，中国用这个天干地支甲子丙丁这么排下来，永远没有错的，自古以来没有错。那个时候折合是对的，到现在应该还是对的，所以就是按中国那个时候折合，就是在讲佛的出世到现在是3000年了，大家流行啊是2500多年。按着根据那个贝叶经文上点的点儿，过去集结，后来就是再把它翻一翻晒一晒，
作为一次工作，点个点儿，一年一次，数这个点儿，数的结果。所以现在是到了末法了，正法佛在世，灭度以后的5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因此有很多人说法就要完了，法完不了，刚过1000多年，后头还有8000多年呢，所以这个是法并没有完。但是到了末法，咱们这个劫是简劫，众生根基愈来愈差，这个时代是末法，而你本人又是个浅学，你这个所学的很浅，你还是不容易进入这个法门呢。所以就是说，现在有很多自称为净土宗，甚至于法师，实际上还都没有深入啊。必须熟读大经，方能略明纲要。怎么才能深入呢？必须熟读大经。所以现在的法师有几位是熟读大经的？很少啊，很稀有啊。所以净空法师在这方面我们很赞叹呢，并不多啊。他带了个头，熟读大经，而且倡导必须熟读大经，方能略明纲要，你才能够略略的明白一点儿这个净土法门的纲要啊，它的纲领，它的重要之点所在。知道了纲要，才能够理解全部的奥义，这样只是略明。熟读大经只是略明啊。然而今之修净业者，大帅仅持小本，与小本仅持勤义，能持唐义且诵大经者，殊不易睹。可是现在的修净业的人怎么样呢？大帅仅持小本，一般只知道念阿弥陀经，不知道念无量寿经。于小本呢，这个小本里头就只诵勤义，现在大家所念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，称为勤义。那个时候南北分，鸠摩罗什在北边，他叫姚勤，国号叫勤，不是秦始皇那个秦，是六朝时候的秦，姚秦。读秦义就是读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本子，大本不念，只念小本，而小本只念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一本。现在不但大家不知道念，连名字都不知道，不知道还有玄奘法师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，即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。玄奘大师他是很聪明啊，他从印度回来时候带了很多经，基本上凡是他事先知道了这个鸠摩罗什已经翻译的，他就不再翻了。但是有两部经他已经知道，他又翻了，其中一部是金刚经，
金刚经玄奘大师翻译的称为能断金刚经，还有就是阿弥陀经，他又翻译了。所以他要翻译的话，他就是说明他这里头他所翻译的本子有重要的补充吗？但现在大家关于阿弥陀经修净土的人只知道念鸠摩罗什这一本，不知道玄奘这一本，所以现在能够持唐译，在这个净业里头能够不仅仅持秦译，而且能够持诵唐译，能读诵玄奘所翻译的本子，而且还念大经的，殊不易睹，很不容易看到啊。那不但夏老师当时，现在也很难看到啊。现在净空法师重视夏老师的汇集本《无量寿经》，把它列在净土五经书本里头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很不容易遇到的啊。此其所以号称习净者多，而具身信切愿者少，信愿未深而欲得真实受用，不亦难乎？此其所以号称习净者多，看起来说起来说是修净的人很多，而真正做到身心切愿者少。所以修净土就是要你有深的信心，有切的愿力。所以你有身心切愿，就决定往生了。现在修净业者号称是净土宗的人，但是真正能够深信，能够恳切迫切这样的发愿的很少啊。信愿不深而想要得真实受用，不亦难乎啊？那就难了。所以偶义大师说，能否往生就决定于信愿呢。你念得再好，没有信愿是不能往生啊。你现在理解的太少，你没有能发起真正如实的信和愿，这个就很难了。庚辰之岁，病中发愿，净集经文，复以祖义作为简客，彼受初击，曰：自他感应于三业之间，扩赞观愿相于义理之际，妄想不易成系，而正念自得现前，虚实既少，收效良多。在庚辰的那一年，这个病中就发愿，这是夏老师他自己了，发了一个很大的愿呢，要很恭敬的来集结一些各种经里头的文句，复以祖义。这个就是夏老师的净土宗的特殊不同之处，就和印光法师也都有所不同。复以祖义，把祖师的义也结合进来了。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说，你们一学
一念净土，一搞禅呢，就是悟外了，就是不专了。这也有必要，因为末法众生根器是差了，你一门还学不好，你再多加一门就更学不好了。但是绝对的不是让你学净土的人你就不许去碰一碰禅宗，那就不会有人有禅有净土了。那没有人有禅有净土，就没有带脚虎了，没有带脚虎。所以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啊。因此夏老师这些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。所以在各种大家都有说法都有原则的情况下，我们对于印光法师没有一点轻慢之意，但这一点跟夏老师相较两人有点不同。但是印光法师本人对于禅还是很理解的，尤其是对于偶义的赞叹，他说那是佛再做这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偶义，这是大修行人的话，所以是大祖师的话，我们是很尊敬很赞叹。但是对于禅这一方面说，跟夏老师的态度这里有点出入。夏老师明白的就说，我这里头一方面根据经典，一方面把祖师的禅宗的这一些风格一些精神融汇在一起了，祖师意呀、啊、所以常常问什么是祖师意呀、啊、什么是西来意呀、啊、祖师意西来意也就在这个静修解要里面。所以我们读静修解要不光是理解了净土宗各种经典的许多精华，而且禅宗的祖师意也在里头，因为集结的时候就结合了祖师意。这一点是大家很应当留心的。那么作为一个简单的课，总共就32拜吗？很简单，没有几篇吗？立初基呀，让初基有的修啊。那么这一个简课的内容是怎么回事呢？曰自他感应于三业之间。我们修行就是要感应啊，感应就是我是自，佛是他，这个自和他有了感应了，这是最好的事情了。怎么能得到感应呢？我们这个身口意，这是我们在作业，这称为三业。就在身口意这个三业里头，人就是在这个三业里头啊。可是就在这三业里头，我们能够达到自他感应啊。你身在礼拜是身业，口在念诵是口业，意在念经文，安住于经文的奥义之中，你的身口意以这个为能感，你就能得到
感应，得到佛的加倍吗？阔就是包括，阔赞观愿相于义理之际，这就是五念法门。五念法门是礼拜，第二是赞叹，然后是观察、发愿、回向，这是五念法门。所以赞、观、愿、相，把这个赞叹、观察、发愿、回向都在这一个头里头。你要就是磕着一个头，可是在之前你就有一心观理，就观了。这里头有赞叹的话，发愿也在里头，回向也在里头。所以世亲菩萨说这个五念的法门，这就是融汇在这个修持里头了，所以称为五念简课。这么做的话，妄想不易成系呀，妄想抓不着机会，不能钻空子，你没有机会给他，因为你都一件事接一件事，这一个头磕完了，下面又一心观理了，这里文句文句都很紧凑，磕完之后你又是念佛，念佛中还三称南无阿弥陀佛，起来又念呢，那妄想没有机会，他没有空子可钻，不能乘隙而入啊。正念自得现前嘛，妄想不能乘隙而入，你正念就自然现前吗？这个就是多么直截了当。虚实既少，收效良多。这32拜一会儿就做完了，时间很少，而收效是非常非常多啊。是以复印以来，以立4版，受持获益，先后相望，结识省力，行者称辩。跟别的相比，所以先后相望，结识省力，又节省时间，又省精力。所以在现在大家都忙啊，都紧张啊，而且大家都是这个精力有限，就是出家人也不闲呢。有的出家人比我们还忙，他的庙做旅游点了，他这个一早上起来就要把庙打扫干净，然后就是来了游人，就是糖、香烟头、包糖的纸，在一天这笤帚扫扫。他说还什么叫用功，腰酸腿疼啊，什么都动弹都动弹不了了，大家就是忙啊，时间有限。所以出家，有人还想出家，我说你到哪儿去出家去？现在，所以现在就是说在家也是各种都在忙啊。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，都是在斗啊，在争啊，竞争啊，所以
要专门修持是很难，就要有这样的法门，简单扼要，效果很高。我们讲效率，高效率，花时间少，效果大，就是效率高吗？我们要谋求那个高效率的法门呢。行者都称遍，所以前前后后很多人修，很多人一直修到90多岁。我看见一个人，他还在马路上一边修一边念，他从来不坐车子，几十里他也是走，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就修这个，一边走一边，他当然不能磕头，心里观想着我在磕头。果能随文运心，久习纯熟，则于性修不二，静至一如之理，不待研讨，自生信解。再读大经，于净土法门有如顺水行舟，扬帆竟渡矣。这么样的话，你果能随文运心，随着这个文，你心就是在这儿随着它运转，心之运转跟静修捷要里头的文一致啊。久习纯熟，纯熟了之后，你就对于性修不二、静止一如的道理，不用去研究，也自然就能升到信解呀。所以，性修不二、静止一如，这两句话现在不讲，等到以后要讲。在这文章里头，这很重要啊。你的本性和你现在的修持，你本性就是佛，你现在修持，你在做32拜，你这个修持和你的本性是一件事情，而静和智，你这个境界观想极乐世界种种的境界，和这个智慧，和金刚的智慧，不是两样的。所以有人就说，金刚经跟阿弥陀经有个矛盾呢。金刚经是一切有相都是虚妄，你看阿弥陀经告诉我们，又是黄金为地，又是这又是那，全是有相，这两个经矛盾呢？这两个经并不矛盾，是你读的人矛盾。静和智是一如，静就是智，这些道理我们在以后都要发挥。那么这个时候再念大经，于净土法门又如顺水行舟，扬帆竟渡矣。你就在顺水，在乘船，也顺风啊，帆也挂起来了，直接就渡过了。但每条均系经文法语，万物华口率意，至道轻慢，勿以澄净前功，如尽慈光，方合天亲菩萨四修五念之旨，自能获密意于前移末运中。如显简略，则有大经五念仪
行将脱稿，请益诸方也。世界联合普遍祈祷法会圆满之期，免寻同修善信之请，略提数语，用至缘起云。这底下就不多说了，就再交代一下，说这里头每一条每一条都是经文呢，不要大意呀，要恭恭敬敬的，就是天亲菩萨四修五念。五念我们说过了，还有四修。四修的意思就是，一个是恭敬修，我们要很恭敬净土法门，恭敬阿弥陀佛和一切圣众。第二是无余修，你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也就是跟这个经中这些如来圣众的名号，不去掺杂其他的，就是无余修。第三，无间修，就是净念相继，没有间断呢。第四，常时修，就是以毕命为期，我这一生啊，到我命终了，我才给他念完呢。这叫四修。五念刚才说的那五种，天亲菩萨主张要四修五念，这个四修五念自然就获到密意了。底下不说了，这个是主要的。我们也从这里知道，要修净业，要知道读无量寿经，要知道夏老师汇集的阿弥陀经啊，种种的。这个里头最简易的呢，就是净修结要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开始大家在一起来共同研究这个内容。